不要遇到土耳其就好、啊。遇到土耳其就不知道怎么打。塞尔特哦，还可以的。我刚刚工兵已经帝王了，所以比较不怕。只是我刚才是没有控好，我的工兵已经这个射程超过他，已经是5+3了，只是没有控好而已。玛雅对塞尔特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封建就把他打爆，城堡把他打爆，不是封建，城堡把他打爆。玛雅可以啊，但是我觉得在围城，玛雅还是小输印加安阿兹。玛雅算是哦不错，小 OP。要直接给他个城堡，给他压力。好啊，张主，你要给他考驾照哎、欸。还扫这个羊妹妹，那猪会不会太远了、啊？我不会出老鹰啊，我不会出老鹰。还是害怕投石车，因为他不会只出这个，他不会只等下城堡直接插这里，他不会只出这个打25匹，打25匹插宝。打25匹插宝。我想问这个遗迹是干嘛？卡这个门子。猪还好，这个猪在里面，在里面。这猪算在里面，在外面是在这个外面的墙。这猪在还好，这猪还可以接受。只是我还少羊啊，但是我羊在哪里啊？这羊妹妹在哪里？打25匹，打25匹上去，这个超极速。这一击不会背叛我吧？当这个无伤鬼把门卡着了。少两只羊妹妹、欸，少两只羊妹妹。少两只羊妹妹会有影响吗？我都找过了，但没有在这。我都探这么清楚了，探这么清楚，在哪里啊？我的原版是英文版的，我的原版，我的窝窝才装中文。打25匹上去，打25匹上去，这个很需要时间的，只是路有点远，远的，尽量赶吧，尽量赶，不要种田了，要不然上不去。拿的这个石头，拿的石头。再升5个村民就要上去，再升5个。我剩打24匹都可以，打24匹，极速嘛，极速上。要打24匹吗？还是25？24好像有点急啊！是想盖插宝？打25吧，然后不挖黄金。
还是挖个黄金好、啊，还是挖个黄金好。怕吗？怕吗？还是挖个黄金？啊，鹿可能是赶不回来，只赶得到三只而已。鹿真的很远。鹿真的头一的死呢，头一呢？干他妈的！我会这两条路而输啊，因为没有赶回来，这个上不去啊，没有赶回来，这上不去。他生病还快，这打风快是不是？トイですね。トイね，这两条路打不回来就升不上去，升不上去就GG耶。哎，这路太远了，运气不好啊，真的没办法赶啊，束手无策。一远的话，他这个手表他就直接这个强掉，这真的够远的。受不了，不敢了，不敢了，路太远了。这时候去他这个家里看他这冲单小，看他冲单小，看你连血少的也在来。应该十五分前可以上去吧，十五分前上去。我说要插这个地方嘛，尽量插直直的。他不会生骑士等我吧？就不要派人，就干脆不要挖，太远了。预备，预备，预备，预备。预备预备预备，人口。玛雅收资源快，收的资源多。他插卷塔等我吗？他插卷塔等我吗？赌两次等我。先拼经济，先拼经济，不要跟他这个。炸药兵不要，先拼经济，先拼经济，先拼经济，先把自己的经济给搞好。
赤猴在这个封建打输打赢，城堡打输，拼经济就好，拼经济就好。妈的，不要理他。先把经济给救起来，先把经济救起来。让他自己自爆，一击收一收，一击收一收，不一定稳呢、欸。他妈，这个对方很强的，这是 VO， 不是 Steam 哎、欸，这 VO 不是 Steam。他们可能剩多头在等我、欸，你们觉得呢？我怕你没有投资车，要塞了投资车很难缠的，所以我就先收一击吧，最保险的打法，先收一击。什么都不要出，什么都不要出，先什么都不要出。把这个墙打爆之后，英勇去里面绕一绕，看看他出什么兵，再做下一步，再做下一步。我们当然没有传过，我是最近才刚回来玩的，好不好？我是小小菜鸟，升头车不好。我那些台主控头车是个垃圾啊，台主控头就是个垃圾。这边乱，这边看一下，看一下嘛。嗯、没有投车，没有投车，有啊，有投车。他们看有投车，有投车，这个就不要过去了。投车就不要过去，会怕哈。我盖一个城堡，经济不会好到哪里去，不会比较好到哪里去。跟他互丢练控兵，你叫塞尔特哎、欸，我没有这么强啊，你叫塞尔特，你敢嘴？你看到塞尔特这个兵在那边？还有一击吗？还有一击吗？钱是不是太多了？对啊，他跟我对查。虽然上帝王在打好，还上帝王在打好，怕吗？对不对？上帝王在打好，上帝王出老鹰，保守吗？保守吗？沙场就不要再说了，沙场就不要再说了，好不好？这么丢脸的，这么丢脸的事情就别说了，求你了，这么丢脸的事就别说了。买游戏好啊，可以跟这个军一哥打。这个再输，这个再输真的是技不如人哎、欸！如果再输的话，真技不如人哎、欸，是不是？出老鹰比较好吧，出老鹰比较好吧。因为要让对方猜不透你在打什么。好，准备上。准备上这个，让人民白死，
别再说啦，上个场次都别说啦。上个场次就把它忘了吧。围墙补起来，遵命。凯文抱宝去哪？生堕孔，效益高啊！有时候他们会出，有时候他们会出。出出的兵都够了，还是老鹰比较强吧。我不缺黄金，对对，我不缺黄金。五个，五个这个兵营跟他拼，跟他尬，尬管跟上，尬管跟上，尬管跟上。十六加了很多哦。在研发这个二级色，研发二级色。堕墙还好吧？还好吧？因为我农田不多啊，还是升一下，升一下。农田不多就比较少升。对，人口，人口啊，人口啊，人口啊。他不要出通撞车出来冲我。我干了好多一击，好爽哎！干好多一击，好爽。攻击也要升，先升防御，先升防御，先升精锐，再升攻击，都还都来得及。先把这城堡投掉，把这城堡丢掉。我要先存钱出这个，出精锐，清出去出精锐，有精锐其他什么防御啊、征兵什么再说。投得到吗？投得到吗？投不到是不是？这老爷是智障对不对？这老爷智障对不对？这老爷绝对是智障啊！这老爷绝对是智障。这老人觉得是个智障，这么智障，敢再输个妈的，吞电脑，再输直播吞电脑，哎，他妈的！再输真的直播吞电脑，哎，磨成粉吞下去。我都精锐老鹰了，精锐老鹰了，这个我完全不怕见。刚才老鹰真的很鸡歪哈，不想救就说嘛，他妈走成这样子，他爆经济吧，他爆经济。他在怪，他在怪文明，他在怪文明，他在怪文明。好啦，我也会怪文明，好不好？我也会怪文明，围城那个。围城的文明优劣。